Hey Lai Hock, happy graduation day. 我现在在 Tokyo 的市中心，在我背后是一个很大很大全世界会动的时钟。这个时钟是在宫崎骏《甘度》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。你都知道宫崎骏的《甘度》是很 fantasy 很梦幻，所以我也是一直都在生活在很梦幻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所以我也希望你毕业过后有梦幻般开始，像我这样一样的 live your dream。OK， 过后这个时钟呢，它每12点的时候它会动，而且也会发出一些音乐。所以接下来我会献给你一个它在12点的时候它开始活起来的情况。Enjoy。